悬疑问答。橱柜里的拉篮是放碗碟的，碗碟都是立起来放的，这样可以吗？没关系的，嗯。哦，好的。那筷子在拉篮里面，平时是立着放还是躺着放比较好呢？躺着放立的话都没关系，因为它太细了。哦，好的。好，感谢师傅开示。